这个雪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难道真的是小孩子的恶作剧吗？一名女子，每当夜幕降临，丛林中总会出现一些让人感到害怕的事物。有人用追踪摄像机在一棵树的后面拍摄到了一名女子，这名女子隐藏在树干后面，她有着波浪形状的短发。人们在这个视频画面之后都觉得有一些害怕，有人认为可能是这名女子故意想要